2012年4月下旬，由广东六祖寺主办的六祖寺佛教祖庭朝圣之旅，在陕西800里秦川拉开了序幕。4月27日，前来参加朝圣之旅的四众弟子，满怀虔诚和发喜心，分别从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河南等十几个省市，云集到佛教隆兴的陕西，跟随中国佛教界年轻一代高僧六祖寺方丈大愿大和尚一起朝圣和共修。陕西地处中国西部，简称陕或称秦。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就像一尊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正向着西方极乐世界拱手跪拜祈祷。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号称800里秦川，它北跨渭河，南依秦岭，土地肥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西周、秦、汉至隋唐盛世，13个皇朝在这里建都，省会西安更是中国六大古都之首，被誉为古代东方文明的圣都。陕西的佛教资源更是十分厚重，有多达8个佛教宗派祖庭的寺院，慈恩寺和大雁塔早已飞升海外。特别是释迦牟尼真身直故舍利在法门寺地宫被发现，震撼了整个世界，法门寺的地位一下更加凸显，成了全球佛教徒朝圣的中心，而世界佛都的称号也被打印在了西安的名片上。4月27日晚，记忆下掠过绵延起伏的秦岭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大和尚大愿法师一行抵达咸阳机场，接着连夜赶到了渭南市恒昌大酒店，与当地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信众亲切会面交谈，并互相赠送了礼品。4月28日一早，大愿大和尚率领前来朝圣的四众弟子一起来到渭南下集镇的慧照寺，参加玉佛节祈福法会、佛教书画展和助学敬老扶贫等慈善活动。春风吹拂，大地飞歌，当大愿大和尚率领浩浩荡荡的车队抵达时，被誉为三贤故里的下集镇慧照寺内外旗幡招展，鞭炮齐鸣，正在热热闹闹赶庙会的当地百姓闻风而动，街道上一时间摩肩接踵，都想一睹大和尚的真容风采。距离渭南城区30公里的下集镇，物华天宝，人才辈出，唐朝名将张仁愿、大诗人白居易、宋朝名相寇准，他们有的出生于此，有的在此地生活过，所以素有三贤故里之称。特别是出生于下集古称下归的北宋著名政治家寇准，从小就非常聪明，7岁时随父登华山，就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千古诗句。他返乡省亲时曾捐银两修缮当地的慧照寺，下集镇的慧照寺始建于晋隋唐宋元，历代多有增修。明嘉靖34年公元1555年，关中大地震时建筑惨遭毁坏，后历经4载，于1559年重建殿堂疗法，并新筑铜佛像5尊，
历经风雨、战乱等劫难，至清代庙宇再毁。民国初年，塔前重建一座五开间应山式铜佛殿，即今天的大雄宝殿。殿内供奉着五尊明代铜佛，高约两米。据县监院法光法师介绍，五尊铜佛坐像工艺精美，远近闻名，为当地一大名胜，铜佛已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据史料记载，昔日寺院香火旺盛，寺内僧众多达千余，信众熙熙攘攘，香鸟祥云，雅乐盈空，终日不绝。寺院内的夏吉塔始建于近代，重修于唐朝，宋代景德年间再度修葺。寇准罢相返乡时曾为修塔助攻，立徽钦二帝后元代接修，至泰定帝九年告竣。两百多年后不幸毁于明嘉靖34年大地震，后经吴进、荣安的常住僧侣墓园重修，于万历九年建成。重修后古塔为方形九级楼阁式砖塔，塔身中空，顶有铜刹，造型别致，高38米，每层均有4个圆拱券洞，现存于底层塔门东西之两方碑石，记载了宝塔的源流及明代修葺史实。圆拱门楣浮雕的二龙戏珠，图刻花纹细腻，工艺奇巧，精美绝伦。两侧有对联一副，云护诸天垂象教，球盘万劫殿黄图。塔基四角各有一历史石雕，造型生动，姿态各异。这次重修后的古塔，迄今也已逾400多个春秋，虽历经沧桑劫难，却依然巍峨耸立在秦川大地上，俯瞰和见证着这块土地上的辉煌盛世、烽火硝烟、朝代兴亡和世道变迁，默默地祝愿着生活在婆娑世界的芸芸众生。8点10分，阳光普照，迎请大和尚仪式在慧照寺隆重举行。寺院内布置整齐，庄严有序。100多名由僧俗弟子组成的仪仗队，穿戴齐整，手持喜幡、法器，排成两列，恭迎明山法主大和尚主法。在当地佛协、宗教局、统战部领导，慧照寺监院法光法师的陪同下，刚40出头的大院大和尚，风度儒雅，仪姿安详，在黄色包盖的遮护下，慈祥地微笑着。9时许，浴佛祈福法会开始，在几百名僧俗仪仗队排班出迎下，大院大和尚身披红色袈裟，手持花盘，拖着悉达多太子像走到大雄宝殿前空地上，将太子诞生像安放在鲜花环绕玉盆中的莲花上。一时间，慧照寺里钟鼓齐鸣，法器梵音，在炉香赞声中，大和尚拈香礼佛，为僧众主法。随后一切按玉佛节仪轨如理如法进行。玉佛开始，大愿大和尚先用汤勺舀香汤3勺灌沐太子像后，陪同的当地领导、僧众依序照例进行。相传在2600多年前，释迦牟尼从摩耶夫人的肋下降生落地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于是大地为之震动，
九龙吐水为之沐浴。于是后来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诞生日这天，全世界的佛教信众都要隆重举行庆祝和供养仪式，俗称观佛会或浴佛节。浴佛节的仪式开始于印度，是从求佛灭罪的一种宗教要求传言而来的。佛教以外，婆罗门教早有一种浴香的风俗，起源于印度人是精神清洁的思想。中国是到了两晋南北朝时代才开始普遍流行的。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也称佛诞节，成了中国佛教徒纪念佛祖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是佛教四众弟子欢喜的节日。在大和尚的亲自主法下，惠州寺的浴佛节场面庄严肃穆，十分殊胜。百十名僧侣和几千名信众踊跃参加了浴佛活动，享受了一次难得的精神盛宴，最后在回向声中圆满结束。中午，大愿大和尚和僧侣信众一起在惠照寺斋堂过堂吃午饭，诵念过堂经文后，大家静静坐在长条桌前止语进餐。此时在寺院外则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从四里八乡前来赶庙会的群众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下午一点，大愿大和尚和当地有关部门领导为惠照寺浴佛法会书画作品和国际交流图片展剪彩。大和尚和众人饶有兴趣地一一观看了展出的书画作品，并听取了介绍。稍后，广东六祖慈善普济会赴渭南夏季惠照寺慈善活动在寺院举行。上面有护士法章，下面有惠照寺法章，请大家看看。今天是普天下佛教弟子共祝还祝的重大节日，是六祖寺的慈善普济会今天和尚和普济会工作人员将善款递到了夏季镇急需要助学的学生及部分贫困老人的手中。六祖慈善普济会自2005年6月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在实践中不断履行着大愿大和尚慈悲济世的理念，先后为灾区、贫困家庭、先天心脏病患者、白内障患者、残疾患者、失学儿童、孤寡老人、四众弟子等群体奉献爱心，将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奉献与传递着佛家的慈悲爱心。我代表渭南市夏季中学贺校长及全体师生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你们的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位爱心人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推动教育的发展，让我们倍感温暖。在此，我也对我校接受捐助的30名学生提出希望，希望你们培养健康的心态，自信、自立、自强，踏踏实实做人，以100倍的努力勤奋学习，回报社会，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下午3:30，僧俗仪仗队又排班迎请大愿大和尚，为佛教信众举行了三皈五戒的隆重仪式。大雄宝殿内香火缭绕，法器齐鸣，信众排列有序，诵经唱赞声不绝于耳。在慧照寺的活动结束后，大家跟随大和尚乘车兴致勃勃地来到渭南10万亩葡萄产业园参观。葡萄产业园的负责人对大和尚一行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向大家介绍了葡萄产业园的规模和愿景。随后陪同大和尚一行参观游览了葡萄园种植基地，大和尚和200多名随行四众弟子穿行在葡萄园里，一时间葡萄园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参观结束后，四众弟子又与大和尚一起前往渭南公园参加放生仪式。在湖边的放生现场，大和尚带领大家按放生仪轨诵念放生经咒，手持水鱼，吃羊之净水，遍洒被放生的水族动物做超度，并即兴为随行僧众和现场的游客做了精彩的放生开示。正如龙树菩萨所说的呢，一切功德之中放生功德为第一，一切过失之中呢杀生的过失呢是最大的。因为放生呢实际上就是具足财施、法施和无畏施。那么当然呢，这个就可见说这种功德呀，这种果报呀是非常快的，增长福慧呀是非常快的。我们做其他的修行功德呢，如果我们的身心不清净啊，当然我们能够成就的福慧功德是或大或小的。但是唯有放生呢，是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心，哪怕是不是特别清净的心呢，它都能够成就非常大的功德。并且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能够做放生的话呢，它有外内秘密和密中密的放生。外在的放生当然是我们救助物命了，能够给我们买到能够拿来放的都是跟我们缘分比较近的一些众生。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有慈悲心，要能够呢具足六度呢来做好放生。内在的放生是放什么呢？应该是指放掉我们的妄想，放掉我们的烦恼，让我们成就清净心。因为佛法无非就是法性上修无我力，法相上呢来修因果力，法性上面修无我力，这个是禅宗的修法，能够让我们迅速的明心见性，成就明白心。法相上面呢来修身与意三业清净，成就清净心。这个呢那么一个是从见地上修，一个是从行持上修，而我们放生的话呢都能够圆满地具足法性法相的修持。所以说实际上如果展开来说的话呢，它是能够总摄3章12部的非常殊胜的修法的那么还有秘密的放生呢，实际上是指什么？消除我们修气脉明点的障碍，让我们众生呢，实际上我们如果用凡夫的生灭心，一个念头生，下一个念当下这个念头灭，下一个念头又生起来，我们一直用生灭心的时候呢，还是刹那刹那在生灭，然后每一个念头都会招感一次的生死轮回。我们通过放生的话呢，能够明心见性，能够用不生不灭的真心，这个样子呢就是真正的秘密的放生。所以愿大家呢通过放生的这么一个修行的法门呢，迅速地早成佛道。祝福大家。
大愿大和尚的放生开示，让现场僧众受益匪浅，感触很深。当晚回酒店吃过晚餐后，大和尚又在大餐厅与随行的四众弟子共修佛法。大和尚用梵音带领大家念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数遍，又念诵随念三宝经。大厅内梵音袅袅，法音旋流，布满虚空。随后大和尚又做了生动简明的开示。我们既是朝拜的同时，也是修行。我们在旅行中学习，在旅行中修持。所以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遍满法界的活动的教室禅堂。大愿大和尚的开示，拨亮了四众弟子的心灯，使大家法喜充满，度过了一个圆满而愉快的夜晚。4月29日上午，大愿大和尚率领随行四众弟子，浩浩荡荡驱车向西安进发，到大慈恩寺进行参拜活动。参拜之前，陕西省佛教协会刘秘书长等领导与大和尚亲切见面会谈，对大和尚一行率四众弟子到陕西来朝圣佛教祖庭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互赠了礼品留念。会谈结束后，大愿大和尚一行在刘秘书长等领导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大慈恩寺参拜。大慈恩寺位于古都西安市内，是国务院确定的汉川地区佛教重点寺院，是唐代长安的四大译经场之一，也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已有1350余年历史。据史书记载，慈恩寺始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初名无漏寺。唐贞观22年，公元648年，唐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他母亲文德皇后而扩建。当时寺院的规模很大，共有13个院落，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异常豪华。唐代高宗玄奘受朝廷圣命，为首任上座住持，并在此翻译佛经10余年。寺内举世闻名的大雁塔，西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由唐三藏玄奘为安置从印度带回的经像舍利，奏请唐高宗允许而修建。现塔高64.5米，共7层，塔底呈方锥形，底层每边长25米。塔内装有楼梯，供有人登塔揽胜。塔上有精美的线刻佛像，有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续记碑，有中国明塔照片展览、佛舍利子、佛脚石刻、唐僧取经足迹石刻等。站在高耸的宝塔上，俯瞰塔院全貌，恍若梦回大唐盛世。大慈恩寺的果如大法师热情欢迎大和尚和随行僧众的到来，请导游引导大家在寺院内游览参拜，随行讲解。大慈恩寺建于公元648年，是唐高宗李治为了给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追荐冥福，在隋代无漏寺的基础上修建。在寺院建成以后，礼请了当时从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法师做了大慈恩寺的第一任住持。在公元652年的时候，玄奘法师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和佛像，
就修建了大雁塔。还有我们就是因为玄奘法师常住在大慈寺以后，这里就是玄奘法师在这里翻译经典的一个驿站。我们历史上就是说有这个记载，就玄奘法师在大慈寺的翻译的经典有11年之多。雁塔北面的玄奘三藏院，殿上供奉有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和铜制坐像，殿内壁面布满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生平事迹巨幅壁画，为铜刻、木雕和石雕，是当前规模最大的玄奘纪念馆，供游人瞻仰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来此参观，与玄奘三藏院为当代敦煌。大和尚带领大家在玄奘法师的塑像前共修了80规矩颂，三心三量三定三界轮十一格子，相应心所五十一，三恶临时别辈子。果如大法师请导游引导大家随行讲解，并开放了地宫让大家参观珍宝。大慈恩寺地宫里存放有印度珍贵的贝叶经。灵鹫山佛说法台石、纳难陀遗址基石，也是玄奘法师当年住过精舍的基砖，泰国僧王赠送的金佛像，泰国的曼达水晶佛像，大慈寺出土珍稀的唐代莲花佛祖、汉白玉龙首、清代木雕罗汉、狮首熏炉等大量珍宝，特别是玄奘顶骨舍利金塔更是举世仅有，万分珍贵。大和尚和寺中弟子们在地宫里认真观看细听解说，仿佛一下穿越了历史，回到大唐盛世，与唐三藏法师进行了对话，感悟到他无比坚韧的佛陀精神和人格魅力。大和尚率四众弟子参拜了大雄宝殿、法堂、大雁塔、玄奘三藏院和地宫珍宝展，并绕大雁塔祈福。在大雄宝殿前的广场上，大愿大和尚与慈恩寺果如等法师、陕西佛协、渭南佛协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随行的僧众，以大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中午，大愿大和尚一行来到大兴善寺素食馆进午餐，席间宾主亲切交谈，其乐融融。宴会之中，西安的一些民间团体热情欢迎大和尚一行的到来。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西安立家泉研究会及西安所有的朋友们，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表演了杨氏太极拳，还现场给大愿师父和信众讲解杨氏内家拳法。陕北民歌《东方红》和秦腔《红灯记》选段等节目赢得了大家阵阵掌声。秦腔高亢激越，犹如陕西人的古朴憨厚、热情直爽、勇敢豪放。
太极拳不紧不慢，信天佑悠远单纯。大愿大和尚对他们的表演表示感谢，还与陕西部分民间团体代表互赠了礼品合影留念。现在我们大春善寺场部的安排，然后呢，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大家师，欢迎花花，谢谢。我是先代表着寺院常住大和尚，和江西大众教师对大家指导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阿弥陀佛。最后，各代表也发表了简要的讲话。感谢大院大和尚和咱们广东的老师师延年老太，发现在这个乡这个不用家里用的。下午，大院大和尚带领随行的僧众，在陕西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久负盛名的佛教唐密祖庭大兴善寺参拜。大兴善寺位于西安城南约2.5公里的小寨兴善寺西界，始建于晋武帝司马炎太史至太康年间，公元265至公元289年，距今1600余年，初称尊善寺。隋文帝养坚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尊善寺的基础进行扩建，因寺院在都城大兴城的净善坊中，故一名大兴善寺。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曾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隋文帝养坚开皇年间，印度僧人那连提离耶舍等人曾先后来到长安，住寺内翻译佛经59部、278卷。唐玄宗李隆基开元4年至8年，公元716年至720年，号称开元三大师的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到此传授佛教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异常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的监院罗浮大法师热情欢迎大和尚一行的到来，一面陪同参观，一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先后到了各殿参拜，观音大士殿和玉佛殿、金刚堂等等，并在大殿内进行了共修。大殿内法器齐鸣，梵音袅袅，引来了众多游客的驻足观看。Thank you.
在参拜现场，大和尚同罗浮大法师与随行的四众弟子在大兴善寺大雄宝殿前合影留念。下午三点，阳光灿烂，大家又在大和尚的带领下来到西安大唐芙蓉园参观游览，穿越1400年的时空隧道，体验梦回大唐盛世长安的意境。美丽壮观的大唐芙蓉园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占地1000亩，其中水面3000亩，总投资13亿元，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文化主题公园，建于元唐代芙蓉园遗址以北，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它包括紫云楼、仕女馆、玉燕宫、芳林苑、凤鸣九天剧院、杏园、陆羽茶社、唐氏、曲江流饮等众多景点。大唐芙蓉园创下了多项纪录，拥有全球最大户外香化工程，是全国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筑群，集中国园林造景之精髓和建筑艺术之大成。早在历史上，芙蓉园就是久负盛名的皇家御苑。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就于此修建了芙蓉园。现今的大唐芙蓉园建在元唐代芙蓉园遗址上，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米，亭台楼阁、廊桥水榭一应俱全。全园景观分为12个文化主题区域，从帝王、诗歌、民间、饮食、女性、茶文化、宗教、科技、外交、科举、歌舞、大门特色等方面，全方位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灿烂文明。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的大唐芙蓉园已装扮一新，城门楼上横幅高挂，大门前的喷泉广场上红黄色的彩旗迎风招展，游客熙熙攘攘。大唐芙蓉园的唐氏定于5月1日正式剪彩开张，届时将再现大唐时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集市贸易兴隆八方的繁华景象。进入园门不远，迎面是一座巨大的假山瀑布景观，只见山岩叠瀑，水雾升腾，引得大家惊叹不已，纷纷在此摄影留念。随后大和尚和四众弟子们兴致勃勃地分乘园内的电瓶游览车到各处景点参观游览，体验大唐盛世园林和文化的辉煌。在仕女馆展出的有大唐女性穿戴的色彩艳丽的丝绸衣裳，还有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和宫女临朝颁发圣旨的逼真塑像。据说武则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女皇帝，这和她与佛门的渊源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就有人称她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上奏劝她做皇帝普度众生，后来她也就直接上轿龙袍加身了。大家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芙蓉园的最高峰茱萸台，这茱萸二字是从唐代大诗人王维9月9日以山东兄弟诗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名句里摘取的。站在峰顶可俯瞰芙蓉园全院恢宏的气势和秀丽的景色。夕阳西下，暮色笼罩了长安城，
大家方余兴未尽地走出大唐芙蓉园，乘车到龙海酒店下榻。吃罢晚餐，随行的四众弟子又云集在二楼的餐厅里，与大愿大和尚一起共修十一年观音修法仪轨。齐诵藏音大悲咒，然后聆听大和尚的说法开示。总而言之呢，愿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像法华所说的哈，一场雨降下来，大的树呢能够吸收到很多很多的水，一棵小草呢它只能够吸收一点点水。大家是愿意做一棵树还是做一棵草啊？所以呢，这么好的机缘来朝拜的话呢，不是走马观花的，这个就太浪费了。要完整的如瓶泻水啊，完整的得到历代祖师的加持，完整的呢，开启内在的般若智慧啊。听完大和尚精彩的开示，让大家眼界大开。夜幕已悄然降临了，西安古城内霓虹闪烁，灯火通明，大街上依旧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在古老的城门楼上，一盏盏灯火勾勒出古城墙巍峨的轮廓。在树影婆娑的护城河畔，一对对青年男女正亲密地诉说着什么。在城墙下的一家现代化歌舞厅里，不时传出高亢的歌声和优美舒缓的音乐声。西安，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古都，正交织在传统文化、新思潮和日益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信众们欢喜地唱念起观音菩萨的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梵音袅袅，一路飘洒在阳光普照的秦川大地上。车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旅行，终于驶入了佛光大道，来到了四众弟子渴望参拜已久的佛教圣地法门寺。居士们穿好海青长衫，排好队列，威仪齐整，动姿安详，在大愿大和尚的带领下鱼贯而入，走进老法门寺内参拜。法门寺的建院闲空法师、当家师智超法师和知可师热情接待了大和尚一行，陪同参访了大雄宝殿、真身宝塔、玉佛殿、千佛阁、禅堂、佛学院等。并为之详细介绍法门寺的历史和现状。法门寺东距西安市110公里，西距宝鸡市90公里，
位于陕西扶风县城境内的法门镇，它始建于东汉末年横陵年间，距今约有1700多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法门寺是因舍利而制塔，因塔而建寺的，原名为阿育王寺。释迦牟尼佛灭度后，遗体火化结成舍利。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84000份，使诸鬼神遍延菩提，分送到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19处，法门寺为第5处。公元558年，北魏皇室后裔拓跋玉曾扩建，并于元魏2年494年首次开塔瞻仰了舍利。隋文帝开皇3年583年改称诚实道场，仁寿2年602年右内史李勉二次开塔瞻礼。法门寺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初时高祖李渊就改名为法门寺。武德2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在这里剃度僧人80名入住法门寺，宝昌寺僧人慧业荣膺法门寺第一任住持。唐朝贞观年间又把阿育王塔改建为四级木塔，唐代宗大历3年786年改称护国真身宝塔。自贞观年间起，唐王朝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法门寺进行扩建重修工作，寺内殿堂楼阁越来越多，宝塔越来越宏丽，区域也越来越广，最后形成了有24个院落的宏大寺院。寺内僧尼由周卫时的5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是三府之地规模最大的寺院。在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仪宗和喜宗8位皇帝6迎2送供养佛之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这对佛教在中原大地的弘扬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30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可干戈平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显通15年874年正月4日，唐僖宗李轩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按照佛教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塔下地宫，用唐密曼陀罗结坛供养。唐代诸帝笃信佛法，对舍利虔诚供养，寺院大小成并宏，显密圆融，使法门寺成为皇家寺院和举世仰望的佛教圣地。宋代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之宏阔气势，被恢复到最大规模。当时仅24院之一的御史院即可日遇千人。宋徽宗曾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明隆庆3年1569年唐代四级木塔崩塌。明万历7年1579年有绅士杨玉臣、党万良等捐资修塔，历时30年而建成8棱13级砖塔，高47米，极为壮观。清顺治11年1654年因地震塔体倾斜裂缝。民国28年1939年在爱国志士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完成了晚清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文革期间，红卫兵欲挖地开塔，梁清法师点火自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塔下珍宝。1981年8月24日，在连绵的阴雨中，宝塔的半边突然倒塌。1986年，政府决定重建，
次年二月底开始重修宝塔。1987年4月9日，法门寺神秘的地宫轰然动开，沉寂了1000多年的几千件奇珍异宝光芒四射，灿烂辉煌的大唐盛世文明震惊了整个世界。更石破天惊的是，被奉为万世不朽的佛陀真身之舍利再现人间。地宫内出土的稀世珍宝，无论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1988年，法门寺正式开放，并举办了国际性的佛指舍利瞻礼法会，海内外诸山长老及各界代表共300余人参加法会。10多年来，法门寺相继建成大雄宝殿、玉佛殿、千佛阁、禅堂、祖堂、斋堂、疗房、佛学院等仿堂建筑。在大雄宝殿里，大愿大和尚带领4众弟子齐诵随念三宝经。在参拜现场，并对法门寺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双方还互相赠送了礼物。恭贺菩萨给我们带来智慧，我们大家都带来智慧。好，谢谢。看来要吃饭时间了。在参观佛学院时，建院闲空法师说，现在佛学院为高级佛学院，有3个本科班和1个研究生班。研究生班主要是培养讲师的，上课时老师和学员都是盘腿上课的。研究生班他要做可以盘腿，我们本科生每天晚上要做一支香。前来朝圣的4宗弟子们，一边跟随大和尚参拜，一边细心地聆听法门寺的讲解，胸中充满了赞叹和崇敬。在参观了佛学院之后，大家来到宽敞的法堂，正中的大屏幕上打出了热烈欢迎广东四会6祖寺大愿法师一行莅临法门寺的字幕。大家安静地坐下，观看电视片《法门寺》。电视片介绍了法门寺的历史和现状。1994年，应泰国僧王邀请，佛指舍利在泰国瞻礼供奉。2002年，应台湾星云大师等邀请，佛指舍利到台�湾瞻礼供奉。2004年，应香港佛教领袖觉光长老等邀请，佛指舍利在香港瞻礼供奉，每次都盛况空前，影响极大。法门寺开放以来，先后接待了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驻华大使及诸多佛教团体前来瞻仰礼拜。
2004年1月16日，法门寺两序大众，礼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成大和尚荣膺主持。现法门寺常住僧众230余人，正在展现昔日皇家寺院的风采，同时也为世界佛教朝圣中心这一宏伟的目标而精进不懈。观看完电视片后，法门寺监院闲空法师对下一步活动做出了安排和开示。做了块舍利，舍利有人讲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作为我们佛弟子，见到的舍利都是真的，没有假的啊！为什么呢？你们去拜佛的时候，看到佛像有木雕的、铜铸的、有纸画的，我们见到佛像不会分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泥做的、木雕的，对吧？我们佛像的木头是石头，就是佛。我们今天来到法门寺，拜到每一枚舍利，法门寺共四枚舍利，你们今天有幸都能拜到。地宫有三枚，文化景区有一枚，见到四枚舍利，一样的恭敬，一样的虔诚，一样的礼拜，一样的消业障。另外一个，我们佛陀的舍利分有两类，一个是肉身舍利，一个是法身舍利。我们见到佛陀的真身舍利是代表佛陀的真身，啊，好比见到佛陀。但是佛在世的时候告诉弟子以法供养，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给弟子讲经说法，弟子们如理思维，法随法解，终如正悟圣道。所以呢，我们大家来到法门寺回去之后，你拜舍利可能解决你一时的烦恼，你回去要尊重法身舍利，学习法身舍利，依照法身舍利去做人去做事，才能解决你一时的烦恼。接近11点时，大愿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排队来到斋堂，等待与法门寺两序僧众一起过堂吃午餐。中午11点整，斋堂门外传来云般的响声，只见法门寺的两序僧众威仪齐整，鱼贯而入，在斋堂的长条桌前端正坐下。上供施食后，围炉施举香，饮庆香，僧众同唱供养咒：萨多难，三藐三菩陀，俱之难，达之他，俺，哲利主力，准提沙婆诃。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恶布施，后必得安乐。是一起，当愿众生所作结伴，具住佛法。常念罢，大家坐下，开始安静用餐。执僧时穿梭巡堂三次，为大家添菜加饭，送汤水。最后巡堂为大家发放了水果。过堂虽只是吃饭，但佛教认为，过堂是一堂法事，前面有供佛施食，后面有结斋。整个过程显得非常庄严肃静，这对随行朝圣的俗家弟子们也是一次难得的实修。当僧众吃完，僧指师巡走一圈后至佛前问讯，维那师指洽大家齐诵结斋偈，然后走出斋堂。过堂结束后，大愿大和尚和法门寺的法师及随行四众弟子在法门寺山门前合影留念。然后去法门寺珍宝馆、何时舍利塔和文化金官员参观。当大和尚率四众弟子在法门寺当家师陪同下进入到幽暗的法门寺珍宝馆里，亲眼目睹陈列展出的奇珍异宝时，仿佛一下就回到了灿烂辉煌的大唐王朝。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存放第四枚舍利的三重塔观，当时它被安置于地宫前室，
这种类型的塔一般被称为阿育王塔，是印度低矮的土坡与中国早期的亭榭结合的产物。中间的铜浮图四方四正，是中国两汉以来高层建筑的飞跃。与其他建筑不同的是，顶有为九盘轮下，这是典型的唐式佛塔样式。专家认为，铜浮图是唐代法门寺四进木塔的模型，现在的珍宝阁就是以此塔为模型建造的。棺椁本是中国传统的葬具，舍利进入中国后，不是在印度原有的缸式埋葬，而采用中国化的棺椁存放舍利，这说明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已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合。反之，中国的建筑艺术发展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在佛教文化陈列区，大家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西游记》中唐僧所持的金光闪闪的锡杖。馆内所展出的是一条鎏金双龙十二环的锡杖，全长为1.96米，重2390克。这个锡杖总共有四个鼓，每个鼓上套了三个环，四鼓十二环，等级最高，所以是世界锡杖之王。在一个显眼的展台中，陈列着从大到小八个用金银玉石等材料制作的宝函。在这八重宝函最小的白玉函中，装的是在地宫发现四枚舍利中的第一枚舍利，另外三枚所装的供养用具，汉白玉灵杖装第二枚舍利，五重函棺装第三枚舍利，阿育王塔装第四枚舍利。在文化珍宝陈列区，展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玳瑁纪念币——开元通宝，这是绝代珍品，世上只有11枚。据说，当年的考古工作者打开地宫，大吃一惊，从地宫踏步到平台，撒满了唐朝历代的铜钱，这叫金钱铺地。而这特别珍贵的玳瑁纪念币就深藏其中。展柜中，一个颜色呈湖蓝青色的瓷盘显得典雅高贵。据介绍，这瓷器叫蜜色瓷盘，是当年浙江岳阳专为宫廷烧制的，因工艺复杂，制作难度高，配方秘而不宣，故称蜜色瓷。过去历史学家在古书上看到蜜色瓷这个词，却没有见到过实物。法门寺地宫的发掘，结合物展碑清楚的记载，使人们知道了这就是真正的蜜色瓷。此外，珍宝馆中还展出了大量皇家使用的金银器皿和日常生活用品，让参观者触摸和体味到大唐王朝皇室的日常生活。据介绍，在法门寺地宫里，唐皇室供奉的121件金银器，上千件荟萃唐代丝织工艺的丝织物，其中包括武则天等唐皇帝后的绣裙、服饰，全套的皇家最精致、最豪华的茶具，以及西域诸国进贡的玻璃制品等。这些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是极为罕见的。大家在珍宝馆中边看边听导游的讲解，对展出的稀世珍宝赞叹不已，也对自己有缘能接触到大唐的灿烂文明而倍感幸运。参观完珍宝馆后，大院大和尚一行乘坐游览车来到法门寺文化景区，依次通过佛光门、般若门、菩提门、圆融门，进入了佛光大道。
每一座门都很精美威严，在建筑中融入了宗教和美学，以金色为主色调，有佛教故事的彩绘，身临其境，庄重之感油然而生。佛光大道南北贯通着山门和何时舍利塔，蔓延1230米，道路宽48米，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沿途可见到一根根高耸的经幢和一尊尊巨大的佛菩萨、18罗汉塑像，让人赏心悦目，不禁为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和历史所震撼。走完佛光大道，通过六渡桥、广场、功德池，就来到了气势恢宏的何时舍利塔前。站在有50层楼高的舍利塔下，仰望它那巨大的金色塔身，人显得那么渺小。这个万众瞩目的何时舍利塔庄严肃穆，系由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李祖元策划设计，呈双手合十状，塔高148米，中间有安放佛指舍利的宝塔型建筑。塔造型独特，寓意深远，具有想象的空间，更具有人文张力，使人们对它的惊人之名产生强烈的探寻欲望。塔身自上而下供奉着佛的法身、报身和化身，让朝拜者顿生敬意。朝圣的四众弟子们跟随大和尚，在法门寺佛学院教务长圣月法师的陪同下，深入地宫瞻仰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步入地宫，金碧辉煌，感觉不到身处地下。地宫正厅，高大金色的大日如来佛像跃然眼前，佛祖真身舍利供奉于宝函之内，位于地宫中心。每逢重大佛事活动或节假日，可用升降机将佛祖真身舍利升至一层，供众生瞻礼。此刻，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舍利就光彩夺目地呈现在眼前。大和尚和四众弟子们万分激动，怀着无比敬仰的虔诚之心，对他顶礼膜拜。有一位大法师曾说，凡是进入到地宫坛城的人，都能种下成佛的因，最后都能获得涅槃。佛门自古就有见舍利如见佛陀之说，唐懿宗李粹当时为了迎请法门寺的舍利，曾经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所以能见到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人，也就如同见到了佛陀。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的佛指舍利，有释迦牟尼佛的真身灵骨舍利一枚，同时还有3枚银骨舍利。而在何时舍利塔地宫展出的这枚指骨舍利，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灵骨舍利。关于佛指舍利的形制，唐道玄及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为，其舍利开头如小指出骨，长寸2分，内空方正，外楞1耳，下平上圆，内摆恭敬。大唐咸通起诵西洋真身文志载，长1寸2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印痕，色白如雨稍清，细密而泽，随雪方大，上下俱通。法门寺地宫里展出佛祖真身指舍利的形状，与道宣感通录和智文碑所记十分吻合，证实了是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圣物。大家在地宫里瞻礼舍利，同瞻法喜，共沐佛光。走出地宫后，大和尚圣月法师与四众弟子在宏伟的何时舍利塔下打坐。
然后大和尚做了简单的开示。啊，菩提指头舍利呢，这个是为一地为加持力是特别殊胜的。那如果比方说啊，你那个朝拜的那个时间刚好是在佛的心轮的时候呢，加持力应该是更为殊胜，因为是为一地佛指骨舍利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生感恩心欢喜心。随后大和尚和法门寺佛学院教务长圣月法师带领随行的四众弟子们列队，一面称颂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圣号，一边威仪气正庄严虔诚地绕行合十舍利塔。一圈两圈三圈，由僧侣和四众弟子排成的长长队列在舍利塔下环绕前行着。期间不时有游客加入进来，使队伍不断壮大延伸着。大家念诵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缓缓地行进着，在巨大的佛光沐浴之下，仿佛整个身心都得到了彻底的净化和圣洁。